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咱今足欢喜的哦，咱的有用大哥哦，拜二有用大哥过来啊哈。啊，咱有用大哥呢，伊就用用心疼台湾嘛哈，用脚爱台湾嘛，啊，就伫这个路跑啊吼，安尼底下咧比赛马拉松，马拉松安尼，啊，全国四国，你全国四国拢有拢在走嘛哈。啊，咱这个几礼拜来，咱拢介绍咱的这个放假地区，啊，伊就放假囡仔，啊，放假囡仔就安尼托地啦，吼，啊，人安尼啊，就足有爱心的，对放假内底拢足熟悉，伊来介绍予咱的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啊，有的时代是即马已经转来参加这个因迄国的叫国庆，听到咧，鸡毛皮拢要藏起来吼。咱都还未有国家咧，哪有通啊庆祝安尼吼？啊，所以讲可能即马这个放假，你所介绍过所在，可能拢真侪咱的乡亲时代去啊啊，细细看看的啦吼。安尼啊，毕竟这是咱台湾人辛苦伫遐拍拼到今仔日这个场面安尼吼。啊，咱来讲者讲啊，你安尼啊，这个路跑已经嘛跑有差不多二十档无？十几档哈，两千零两年甲即马，两千零两啊，即马两千一六，啊，两一六十四档啊，吼，啊，这十四档算起来未短，啊，若讲结婚落生一个囡仔，即马嘛国考啊都要毕业啦，哦，对吧？哈，好啦，安尼吼，啊，咱就来讲一个讲啊，你安尼走遐久嘛，爱有一个迄落成绩单嘞，啊，我唔知讲哦，你有啥物心得？讲心得就好啦。哦，啊，因为伊拄啊讲讲，也是讲国语啦，吼，即用国语写，即中文啦，哎，哦，啊用中文写，所以用讲中文甲念者啦，吼，啊，这篇文章本来是，即礼拜本来是要来接，是一个原貌贤惠林启生啦，伊讲啊，你咪写一下你跑步的心得啦，吼，对，啊，我想啊，无写这啦，因为我想讲吼，头一届去参加马拉松的时候，迄阵也是，即个马拉松啊是刷无时代啦，啊，但那个2002年的时候喏。哦啊！我一个用最足侪场的足侪场，啊，就开始哦，一直发展，一直发展。啊，我头一届参加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金山街马拉松，啊，伊规定四点名单，伊阵来去走的时候喏，嗯，哦，走到尾的时候是要到位的时候喏，因为时间拢要挖要挖，结果这主办单位一动来叫我，才对你边啊，讲你要起来。阮的会友吼讲。坚持到底，这样马拉松是种坚持啦，这坚持到底，耐力啊。啊，因头一届办的时候咯，有只小朋友规路拢是这个拉拉队，啊，就来画加油加油，啊是啊，你要得来啊，没有啦，啊对，一个晓得，啊，人个加油一声的，那个鼓舞，刚才你拍野球啊，一个力量吼，咱拢那造出一个力量，哦，啊，就一直上不停了啦，到位完成了吼，啊，就三点几分到位，啊，这得讲。尾啊，因为就停起来无走，啊，无去学校啦。啊，两千零年都稳，即个马拉松长济啦。啊，就因家人讲，啊，过来走好无啦？我讲哇，真久无走呢。讲啊，人起码吼，迄个啊，就逐工你只，搁再走看嘛，是好人你招规定要去走，就规带人去啊啦。啊，搁走个。啊，迄阵吼，迄阵久无走，哦，走足艰苦。啊，因为阵是已经是四点钟，即摆六点钟，所以完成是足艰苦完成啦。啊，因为这个马拉松协会要鼓励人去走嘛，所以伊设一个30、30、60、100嘛，吼，一种。啊，所以伊这个物件，所以你家己鼓励恁用来走，你也摕十个，我就给你一种，十个一种。因为普通你也大概走未完成的时候，拢无爱去走嘛。爱鼓励你，啊，你就摕着十个奖，哦，啊，摕着30个，啊，你就家己吼有迄个信心，就是目标讲我要达到100，所以。到尾啊，嘛是予咱来走个，但是这中间嘛发生真侪代志了。伊讲，伊予咱个，咱嘛发讲，啊那个撞墙，啊家己迄落啊，但是毛大会补救不足了，咱毛抱怨啥物，大家拢有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中间发生个代志啦。啊，不过这嘛是得到这个，尾啊嘛是得到伊个白马奖项嘛，吼、哦。你反正你若有出门去走到完成。有完赛，有一张证书给你啦。有一个证书啊，啊，你即马证书唔着出来，拢做侪张啊。啊，我真侪张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摕你个白马奖金嘛，上少就100张啊啦。哦，14年来，你的总成绩。我即马应该还有200多张啊啦。哦。啊。啊，我有去登记的，我有登记的马拉松协会有100个，所以叫白马奖嘛，100个。嗯嗯。啊，但我后壁就无登记啊啦，因为
尾仔就无迄落。啊，因为你即摆伫讲迄落，所以我再开始。好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马拉松就分只足上种啦，有种叫做竞赛组，伊讲像我即款呢，迄阵呢得想要得到叫成绩个，竞争即成绩，我要得到即个奖金，我要得到即个迄落，所以我有目标迄个去走叫竞赛组，当个想啦吼。啊，即种休闲组咯。啊，我本来嘛，即个应该算休闲组啦，因为我刚是要得到这个，讲我完成就好啊，所以我沿路我就安尼走，所以我是种休闲组，竞赛组的人是一直拍拼要得到成就。我今仔五分，明仔十，吼，要去加啦，减就对啦。讲十分，那就变五分，啊，我一直要进步，敢突破这个迄落啦。这是应该吼，你这个讲恁这个高龄组的人哦，啊对，那是一种哦，甲家己。跟自己挑战，挑战家己的迄款的心态落去走。对对对。应该讲，啊，着强要求牛。啊，伊嘛差不多啊啦，因为我已经六十几啊嘛吼，啊，伊才到七十了，你才开始上健康证明，甲家属的这个同意书才会使走啦。哦。啊，所以我今嘛无走，我讲。今嘛买声了。买声就讲，啊，有走一场算一场，我得得赚一场啦。有早就有赚啦，啊，那叫咱做生意讲有赚啦，啊，赚钱，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讲，这成绩已经对我唔是，啊，人竞赛人哦，也成绩对足重要，咱已经无啥重要，所以咱走一场算一场，啊，大会规定的时间走了吼，咱就阿弥陀佛，咱是肯工作啦，啊，我安尼，咱就拄仔你讲哦，我可能想着就讲哦，我安尼，转来吼，我足快乐的，所以我要变成我一个是快乐的这个。跑架啦吼，所以我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不做快乐跑架。但即届去马拉松节吼，人你讲哦，走紧的人吼无平，走紧的人较一直走去啦，啊走慢的人朋友较侪啦。嗯嗯。哦，因为啊走慢就加较侪人走慢嘛。啊。啊，较侪人走慢，你就大家就交朋友啊。对对对。走慢的人朋友较侪。不是啦，走慢的人吼，因为就是，我今仔就是讲，我心改的心情就讲，我要来看这风景。哦，阿里山就云海啦，什么空境，吼，咱讲呢，啊，走紧的人，伊哪有想到，伊就我今仔是要得到成绩，我要拼第一名。我要拼迄落名次的吼，偷累累啊，你搭撞啊呢。啊，大家照翕相机的，啊，就讲，啊，你搞是我甲你翕，啊，不要不咱两个去做阵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就翕相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即讲欣赏路中就是拄到人，啊，就互相开讲，啊，就袂感觉讲我忝，我今仔哪会遮尼长啦，哦，所以我讲走。都是互相留纪念啦，哦，而且算讲，啊，今仔种走中间一定发生足侪迄个情况啦。是啊。即届吼，你阿里山的时阵哦，就发生啦，有三个跑者，伊都有人啊，伊问的，伊讲，哎呦，伊无巧克力，我讲我无巧克力啦。哦，对啊，顶礼拜讲过，你用面包，啊，我可以啦。面包可以。啊，就是一个伊都了。过程低的人哦，啊，那个高山顶悬的迄个气压。啊，甲伊的迄落，迄个咧运动的迄个啊，全的落去有影，都爱食一寡甜的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我摕着面包一袋给因食。啊，过来，搁下骹过来，伊搁一袋阿兔，我嘛可以啦吼。过来就水煎，伊咧讲，哎呦，我台湾那补起之后，安尼我感觉这是即马该讲吼，伊嘛，迄阵啊该讲，伊嘛听袂落啦。啊，不过伊了，我就讲面包可以啦。无啦，最主要啦，因哦，因拢无咧想讲，这是你家己欢喜甘愿走，啊，毋是有啥物，哪有迄落硬性规定，人都要安怎符合你的需要？无啊，对，中间你即个大会有些补给的物件，对，补给啊，你都爱你家己爱走个哪有啊，敢毋是？所以讲哦，咱哦生一支嘴哦，拢嫌人做无好的，较济啦，啊，拢无要讲家己袂晓使船哦，啊，就讲去台湾安尼玩啦咧。啊，对对对。好，安尼咱搁继续。啊，因为吼，今仔日拢有一个叫高岗八米的这个，吼马拉松接力赛不断电。嗯。啊，伊这个有发生的。什么叫高岗八米？伊就对台湾写一日吼高岗八米，你报道下哈啦。啊，伊就接力赛啦。嗯嗯。啊，伊一届吼一队啊有一百个啦。嗯。啊，但是中间当然是大家在走。啊，伊这发生的讲，伊这是嘛是趣味，就是中国信托吼，伊做生意的啊，所以走，所以我是感觉讲。伊讲中有一挂人嘛走啊足艰苦，所以人个中国信托伊是要庆祝生日，所以伊毋是要得成绩个，所以伊甲讲你走较慢呢，我全互你做头前吼，做领导者啦，就互你带走，大家带你走，啊鼓励你，互即个伊即个办即个活动完成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即回吼去走阿里山去发生即个代志，但是
可能我家己能力还无够啦，我嘛唔敢即个有即个把握讲会使甲因拢带转来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这是。安尼已经帮了很大的，迄啰做帮忙真大啦。不然等于咱来想讲。你同款，你嘛是抛价，你唔是。不啦，你唔是。这是抛价，迄嘛是抛价啦，迄嘛抛价，抛价中会使互相，像白马团哦，咱一百八银哦，大家安尼甲你压机啊，你哦过咧，一直走咧，一直精神对，你一百八会转来啊。啊，所以即个是讲，迄阵啊无想到，就是讲家己嘛走有抛价，迄个发生。我应该是把他們這幾個集合起來，大家做人造，大家互相鼓勵，中發生什麼事情互相鼓勵，這加油聲，那話聲加油聲，你氣意怎樣，但是我們肯定好，氣勢較有啦，不然你看那個打籃球也好，打那個壓球也好，那旁邊都有那個小哥哥這樣，這樣水噹噹這樣，在那裡都好高，這樣在那裡跳那個迄啰拉拉队安尼，啊，迄就是高武士气嘛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我意思讲，今仔日吼，会使甲因带定啊，就是一个足圆满的这个。今仔日去参加阿里山马拉松吼，会变作足圆满的。其实今仔日去阿里山是因为伊的风景，啊，佮有即个讲啊，大家最主要迄空气。会使佮提起一样物件，就讲刘明祥教练吼，讲走铁骑路，即个去阿里山佮有铁骑路通去走啦。啊，拄好啊，完成人生都头一届都走着即个，走着走铁骑路。嘛，早是断啦吼，啊，所以我是讲，这就是一个伊落来讲，今仔日无想到讲即款物件，实在是会使互相三四个都安尼，阮安尼先转安尼，啊，鼓励大家互相安尼，一搭讲话加集气啦，都一笔的气吼，啊造成安尼，今仔日这场的马拉松就可能更加感觉足圆满的啦，但是吼遗憾就是，咱的能力甲即个伊落是，家己想法个。嘛，甲想讲，我要得到。啊，你不想要？啊，你想要走？跟完成、完成顿啊，跟去完成顿啊，无想到讲，伊嘛爱甲人做恁带顿来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那无啦，你唔好要求要伤过完美哦，唔好迄落，家己嘛有岁啊，六十外岁啊。对啊，家己嘛有岁啊，啊，你还佫会当走得已经足勇的啊，有的人六十外岁啊，也乖啊，啊坐遐爱吼，爱人家己照顾嘞，对无？对。啊，算讲安尼，今仔日你的这个。这是心得。马拉松。马拉松的心得吼，啊，就安尼算起来是袂歹啦。啊，你即马这个，你原来讲要改写一篇文章，要投入去迄个林启生，你即马试一下，对对啦。诶，迄个稿内底嘛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嘛投过两篇，文章伫伊的稿。所以这个名吼，这个今仔都讲这个名叫做心态啦。你爱用什么心态去走这个马拉松啦？啊，所以拄仔你讲着心态，你拄仔讲。台湾班，台湾一毛五也舒服啦。台湾，咱造价的心态，讲啊，我今仔来造，咱的能力甲多少位，安尼是安那样啦，吼，主要是安尼啦，这是讲这造马拉松这心态安尼啦，这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刷嘞，噶唔是咱顶礼拜，对，还过几十分钟嘞。咱顶礼拜，噶唔是讲伫迄落放假，你讲要走过迄个二号水门噶，这个迄啥？到湖水门，对，咱要讲遐，对，我讲遐的时阵，我讲我要顺续要念一首迄个诗嘛，对，哦，啊，只嘛你哪讲安尼，啊，我来提诗来念，我写诗了，是要搁剩偌久的诗？还搁十分钟嘞啊，好哩，我想讲，好哩，讲一下迄个，我知呢，较紧一下，较简单。我照讲哦，这篇诗较长啦，较长呢，哎呐，啊，我想啊，别呢，不要紧，安尼好啦吼。啊拄啊，你讲，咱对遐礼拜了，你要提诗还好啦。啊，我着要搁讲讲，今仔直发街吼，礼拜了吼，伊本来是南北去黑街啦，但伊过来吼，就是一个，咱你讲个讲布旗啊，直发街布旗啊，台湾省医也是因为这个进口对迄船礼拜了吼，有洋人礼拜了，伊有进口这个。茶嘛，茶外销出去嘛，伊洋人的即个迄种物件入来，所以产生你中华街变成南北货。啊，去年有，顶礼拜有拜晓得讲，即、這个有做一个民糕店的人吼，伊去开做了后，伊去饲三只牛，所以伊有做一开一间店，叫做公转店嘛。啊，因为安尼过来了，都有一个叫做中华街布旗啊，布旗啊，就讲咱较早台湾生意当发展的时阵哦。哦，即、这个电话街，即、这个布市啊，嘛是真繁华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嘛是升级了街，啊，伊条街就是讲，咱若见拜生意，大家爱去啥，拢爱去遐甲买拆只布啦，所以咧电话街，尾啊嘛有一个
一段所在是专门咧卖布，布就是咱台湾生意的人拢爱去遐个买物件，因为日本人入来嘛，所以有迄个布就住住迄个所在成立一个家嘛，叫潮汕街布市啊嘛，吼、哦。南北去了，这边起来是布市啊嘛，吼、哦。即马迄落啊，你普通时啊，你去网咖讲要找人，叫人甲咱买一块布，当下要量身裤，要做衫吼。哦找袂到啊，因为即摆大家拢变的嘛，都爱去迄落，迄块叫迄落永乐市场啦，迄算永乐市场的内底吼，啊，遮有在共做衫，啊，即摆做衫是贵三三的，对对对，哦，即摆做衫，迄工钱比迄落人讲先，迄落每人咧较侪过迄落聘金钱啦，迄个做衫的工资较低过迄块布就对啦。吼、啊，所以讲这个咱台湾的这个进步，就是讲随着时代、随着大环境安尼，伫遐咧转移。啊，即马都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啊，即马转过东区，市政府变去啊嘛。啊，伊迄拢派公司啊。对啦，啊，遮就算讲已经渐渐变传统的，人讲较落后迄落感觉，无像讲迄安尼高级的所在。对啊。啊，咱永乐市场遐的迄落南北货，咱过年时啊爱去迪化街，吼、啊就是伫遐咧买南北货的所在，吼、哦、款年货的所在，吼、啊过来了后，就伫遐出来就迄落九号吼、哦。九号水门。大大声传码头嘛。嘿嘿嘿，你敢要先讲一个九号水门，还是我念这首诗？你先念好。我就是有一遍啊吼，去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九号水门啊，就讲要约讲什么哩？讲要伫遐要点水灯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就去啊迄落，去啊迄个九号水门遐位啊去过吼，行迄落坐咧出去吼，啊有几个啊迄个两只迄个船啦吼，停伫个落个门啊顶悬，啊迄安尼风安尼臭甲安尼，气味无啥好安尼啦。啊，讲遐了，以早拢我嘛捌去过，讲有人在做法会。啊，去的时阵就挖入去，就去迄落树仔甲公园啊遐，人做法会的所在。啊，较无机会讲伫这边，也是讲无拄啊风顺来。啊，若过二月遐就较寒，风较袂迄落。啊，结果我就闻到迄个一味哦。啊，我规身躯哦，敢若起鸡毛皮安尼，啥一个安尼呢？去迄工迄一工，你讲要放水灯迄一工啊？哦，迄落气氛无啥对啦。啊我有写一首这个台语的诗吼，讲叫靠河。啊，我寄你的节目吼，啊来，因为拄啊讲着淡水河嘛，啊，所以讲这个诗就甲迄安尼，咱听看卖啊就好啦，吼，听咧就好啦，吼，靠河嘛吼，河就是淡水河啦。嗯，五后的大亭亭岸边。雨水落几滴，小风送来臭青味。敢是1947年二二八迄一日，敬听的至亲所留的血迹，要伫遐。原乡无掠到，分别不愿离开。一年一摆的水陆大发会，嘛袂当安慰伊的灵魂。渡船出出入入，无带来了公义甲真相。观音山顶的观音妈嘛，为伊滴落目屎。淡水河出声大哭，讲：我要提出控诉，我正是被害者。69冬过去了，白贼、残杀、刺伤发生伫个每一天。讲：什么人管拢共款？讲有做才有通食。知死毋知走，目睭金金记在邪恶，继续欢迎，是无力，也是心已经碎。愤怒的神啊，用你迄一支正义的剑，毋通让我含冤死去。吼、哦，这就是我伫这是描写二二八的冤魂啊。嗯。啊，你有足艰苦的。因为我家我厝的吼，蛮发生这款代志。我有甲你讲，阮老爸冒起一个。生本原始吼，去啊，去运动啦，用做运动福建安尼，啊嘛是真悲伤的这个物件啦。啊，等看到咯，啊是我看无到啦，阮家人拢会讲这款代志啦。对啊，对啊，系啊。啊，咱情绪恢复一下，我写一首诗尔，无啥啦。啊，咱等下，明天再倒转来。